虐妻一时爽，竟然得追妻追到火葬场。看冰山男高山如何变身小奶狗，花招百出求复合啦。撒娇卖萌，胆大心细，八字方正，前妻前妻。哎，来了新住户啊。506的新住户。广州这么大，你住哪儿不好，你偏偏租这里。对啊，广州那么大，我刚好就租到这儿，不是更加说明我们之间有缘分吗？我看过你写的那个小说啊，我觉得在你屈指可数的几个粉丝里，我还挺有人。能出现在你的故事里，当反派也错。工作太辛苦了，我只好在家里待会。可是你现在发烧。哎，你别闹了，我跟你说。躺下休息。周一至周五晚间6点半，小风暴之时间的玫瑰就在艾尔达影剧台355频道。